掌声有请挑战大使黄子韬。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，谢谢。今天来呢，先让黄子韬挑战一个我们可能马上要呈现的项目。上道具，像一个平衡木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一个概念。能不能示范给我看一下？哎，对。示范的那个主持人呢，他下班了。我是今天替班的。就其实就是。我吓一跳，我差点以为他说示范那个主持人啊，现在当评委了。哎，对呀、啊。在你平衡感觉最好的时候往前走走走走走，你不能慢，这个时候不能慢，越慢越哎，对，漂亮，太棒太棒。